10月29日，佟丽娅在微博晒出美照，照片中丫丫穿着军绿色的外套，怀里抱着粉色的兔子熊，非常可爱。虽然剪短了头发，但佟丽娅依旧透着一丝古典美人的气息，温婉可人。网友们在看到照片后纷纷大赞，女神真是太美了。